你打针吗？不用，我就哦耶，非常舒服，然后能看到一些星星，而且也很凉快，是吧？比今天上午凉快多了。哇，上午太热了，上午爬那个爬山那段太热了，我感觉你都晒伤了。晒火，今天太阳确实比较猛，还说还有可能明天要下雨，对吧？最好不要下，然后这样可以顺利的爬完的。十点了，也该睡了。其实我们也睡不了特别久。晚安。晚上甚至被虫子咬了很多，半夜醒了一两次。他半夜挠一挠，就一直在拱个稿啊，然后挠腿痒，痒的我说我都要起来挠一下。那个衣服又是湿的，一直在包里捂着，然后拿出来盖在身上很湿，很不舒服，全汗透了。尤其在那衣服那抽起来，哇天！对我也抽，我说一下，都抽，大家一样的。当然他很挺能接受的，就我觉得他还挺好的。